这座塔是莲花寺塔院最完整的一座塔。这个抚钵寺塔跟普照寺西边、圣果寺下边的那几座塔形状基本一致，35公分。所以这个呢，你只能这么趴着去，是吧？这个地宫的通道口估计有1米8长。有1米8长，两边是用砖砌的，上头覆盖了几块大石板，这就是通道。嗯，这个地宫中心，你看，这个是滑盖，这是滑盖的，一部分，这个是大部分，这大部分，这个滑盖这么大都被推到这里头来，确实很蹊跷。就本来应该是在塔上半部分，对，是又跑到地宫里了。对，他怎么跑到地宫里了？我脚踩的这是13天的一部分，嗯，对吧？这是13天的一部分，也是塔刹的一部分。哎，塔刹的一部分。